啊，平质啊，两边都是鸟，那有的看咯，给你们开个互动啊。紫禁城胜，对战胜。来，有没有庄家？快，我要吃低保。大飞，我想帮你吸鼻涕，你别那么恶心。三草大唐直接一只宝宝 ，nice， 连破第一回合，哼，大飞都上场了，大飞帮上场，略一百万，好，是骂飞了，全下，对战雨花台，雨花台，喷子好。哎，我操！青霜啊，青霜的女儿村啊，青霜的女儿村，那个毒有点厉害的，够狠。牛云爵提一提，连心建议，宙斯加大唐，两边都是鸟阵，平阵平阵。这么说可以，没有女麻木，没有女麻木，没有女麻木，看起来没那么瞌睡，哇，精彩！雨花台，雨花台，哪来的明明啊，大爹，爹们，哪有明明？这个是名字没改，没改名字，这原来的名字，哦，原来的名字，再标。还是标双女儿，就是一把标。金刚拉满，紧箍咒。这种女儿村，这种脆芒的女儿村，有点恶心的脆芒。再扫，有速度，走 ，nice。再连破，我的 fuck。略，没死。略，哎呦，有点狠的，有点狠的，哇！但是宝宝飞了，但是宝宝飞了，再飘金青直接给紧箍咒解掉。踩打，这个女儿村也差不多的，其实笑了一把，笑了一把。波兰混下丑，是大唐的宝宝飞很伤啊，大唐的宝宝飞，大唐宝宝飞的话得找事情，得做出宝宝，要不然的话这是吧？要不然刚刚这已经四把很少了，好像是三把很少，三把。我操！我的妈耶！诸位天湾竞技。感谢大家，感谢这粉丝的力量，真的太猛了！哎，哇、哦，怎么助威的呀，兄弟们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，人好多。有回声吗？应该没有吧？那有回声，可能是有卡麦啊，你们注意点啊，不要卡麦。花钱助威的吗？是吗？没有回声啊。那兄弟，可能是你的麦有问题，稍微调一调，啊，稍微调一调。再飘，又飘中啊！对面一把，这个塔刚金清过，反正那其他也没问题啊。那边没上面那个女儿村没有效果，脆麻就无限飘，这个蓝量有点快的，直接破甲挂摄魂定沧海。啊，不让他出手了，这把是看样子，走里有贴无所谓，再来，哇，感觉宝宝跟也跟不死啊，这血量，哇，
跟不死，跟不死。鸟阵伤害是属实有点低，宝宝擦一下，人也擦一下，不是人擦很多下，宝宝飞了就好了。我操！紫火如意有没有？虚名有没有？给宝宝换走也行，但是换走的话自己亏了只宝宝啊。雨花台好像是没有神马的，雨花台。咱们带了和尚，蓝应该够用，一人带两个蓝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一人带两个大蓝。其他需要今天把这个毒解掉，也没有说金宝宝，也没有怎么样，昏驱散一波，把灯给驱掉了，对面一把白牌浪费，地烈火抓出来可以，四出五星，黄泉之息想抓速度有点难，再顶一个紫心 ，nice。大唐战役叠的有点快，有点快。哦，这是大唐第三只宠。三层建议，舒服。哇哇哇哇！紫禁城，紫禁城的呼声。轻轻解毒，我的毒子真的偷完了清霜，我操！干什么？女儿瞬近期被飘中，小死亡没挂中，有点背。笑里藏刀，这也没到第六、第八回合啊，轻轻被飘中了，要不然大唐又死了。我的大唐出不了手，赶这个血量出不了手。啊，出不了手，这大浪力了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没中小死亡，还行还行。吃了个回春，小四海顶一顶，宝宝伤害也是够高的，宝宝伤害都跟了，稳健。这压他对面大唐出手就行了。哎呦，怎么还有人来问啊？我的天，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，紫禁城，紫禁城，哎，紫禁城 vs 雨花台 ，OK OK 没问题，啊，小死亡挂中，人开大唐，地烈火再砸，这把波兰，看大唐伤害啊，凝滞了一把无所谓，1700破盾，2700。还是不行，还是不行，还是不行。哦，大狼出了宝宝，对面大狼。我又得用嘴呼吸，又得用嘴说话。我操，这是个技术活，该赏兄弟们，该赏。虚皮换不死，头上有灯。啊，换虚皮不是扯犊子吗？一把驱散。感谢迷底关西游兄弟，你也来了啊。谜题关西游的办卡，哎，可以的兄弟，有牌面啊！一把驱散不让他回，感谢阿喘啊，出喘意微软。为什么不紧箍咒？对面有金七了，对面女儿村是有一个飞镖，女儿村是够金七的啊，来了又来了啊，七七，没有办法。紧箍咒没有蔓延，再抓速度啊！他妈的，怎么换着抓啊？一个人想抓一下，感谢我就干大飞，亲亲大唐的宝宝，大唐宝宝也不够烂，然后宝宝已经高，伤害很高，啊，大唐，咱们大唐有第三只宝宝，会绿怎么说？没给大唐顶绿 ，nice 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很舒服。Sorry， 我不能吸麦。感谢修罗，看到没？这是迷底啊，这是迷底管理的这些，看到没？牌面，你们呢？
啊，我的鼻子真的，我用嘴巴呼吸，用嘴巴说话的啊，边说话边呼吸，哦，难受啊，兄弟们，你们是不知道那种感觉。我只想告诉你们，真的，我的这种的啊，操你奶奶！感谢迷你西，需要氧气吗？需要，呵呵氧气。感谢阿超，金刚再刷，波兰还是宝藏。对面那个大唐跟波兰上回合上的，哎，手抓用掉，抓他速度。紧箍咒再来，还是没有扮演弟弟。少宠了，直接防御，我操，搞什么？我的天老爷，他的宝宝也飞了两只啊，也防御了，可以。感谢阿金的蛋，阿金的蛋，无所谓，宝宝不飞就行。破下波澜，再跟，还有，我操，一个贝玉大金底板，壁垒还行啊，壁垒打不太痛，不爆壁就行，只要被大狼扫死，是不是？无所谓。防御够高的，抗性和抗性够高，他这避雷也打不动的。紫火如意，这么多血，你选择紫火如意，哇！佛法无边，机器再解毒，这毒真的狠，这毒，我操！机器的时候还要掉血，知道吧？这个毒，机器还掉一些二，还不说是掉血，他还要掉蓝的，关键，这个波兰有点恶心了，波兰。哎，大锁。怎么说？走你 ，nice！ 这个宝宝也飞了三只了，二号手，二号手。好像不是特别好打的样子。底下怕蓝不够，咱们又是在那和尚。明明这个名字没改，这名字改名字太贵了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个号改了太多次名字了，这个号。先改一下，要几个亿梦幻币，所以说就先放一放，先放一放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辽春红袖天下，哎，可以啊，红袖天下好像加躲避的，加躲避又不是那个什么百毒不侵，可以百毒不侵，但加太慢了，这个一个一个加，啊，一把单推，叠把人心，再给摄魂，金漆掉，满血，地裂火再砸，三千可以。少有贴宝宝啊，出不了手，你这贴你也出不了手吧，感觉血量下去啊，出不了手，很舒服。我很难认为你不，我很难不把你认为牟利。没办法，职业城追求服战队，了解一下，欢迎丁周弟。啊，鼻子好痛，我日你哥，六层建议，对面这个大唐出不了手，很难受，没有速度，这三层建议，观战发六层了吧，啊，六层了，足足比他多了一倍。对面啥血雨花脸没有，可以啊，是的，雨花台。飞花战叶吗？你说的是？飞花战叶吸不了多少蓝，吸一点点，垃圾技能。啊，良辰，感谢良辰，感谢我兄弟，我操，把我禁药了，我感动了，良辰，你这我怎么好意思啊？啊，梁辰哥，梁辰，你这搞得我怎么好意思啊？你这是吧？又当爹又当妈的。继续飘，对呀、啊，不管的，就是狂飘啊，狂飘。紧箍咒。对，就是一把宝大堂啊，扫宝宝一刀，讲道理来说是不亏的啊，飞了宝宝飞了是不亏，虐
牛逼。主播醉一场。大肠子宝宝再飞，哎，很舒服。啊，不要喷人，不要喷人，没事没事。嗯，咱们大家都是开玩笑的。七层，再给紧箍咒双击，回春抵掉紧箍咒。七层建议很舒服啊，十五回合，相当于这样不出宝宝的话，其实每把都能扫。可能不出宝宝的话九，哎，啊行，划了一只无所谓。不出宝宝的话，现在九层建议了，真的。大飞，你的好兄弟大内呢？你可能看错人了，我不是那个大飞。另外一个大飞是在新区玩五开的是吧？我不是他，我是另外一个人，兄弟啊，你搞错了。我兄弟阿金怎么不见了？阿金，我也不知道阿金割包皮去了。阿金，啊，没办法，笑里藏刀。单峰不中，可以啊！你这飘的，他虽然说有脆麻，脆麻那个东西也是有提升，脆麻也是有提升那个封印命中率的啊，但是没有中，可以900，法联舒服3000，怎么说这把？他肯定是说，哎，干将莫一啊，出了拼马，我操，下回他有医术啊，这很难受，这下回他有物理医术啊，咱们大唐先刚出了干将，他出了拼马。走你！我操，这样就不太好了，这样就不太舒服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现在真的很有点啊，抵不住了。哦哦哦哦耶！头上有灯吗？有的，紫心加普渡众生。阿基在电子厂1小时30，管吃管住，那工资有点高啊，10小时不300吧，一个月3000，哇，一个月9000，我操，包吃包住，什么都不用弄，就买点烟就行，他又不抽烟，对吧？三飘，一个没中，感谢航月，啊，宙斯普通被飘中了，恶心，手抓速度，一尾渡江，怎么说有速度吗？破甲直接点。不需要野兽啊，摄魂点，哎，还是有速度，我的天啦！哎，宝宝终于飞了，脸破，哇，哦哦哦，比他的马都快，干什么？贴得住，对，双面对面刷里边也脸破。哎，我操，好，来了个好久不见的人，小五，好久不见，这起码有一个月了，人还没死，合上几层人心，咱们看一看，三层，你把单推满上，这个毒的血量有点多的。主播开视频，我想拉屎，我想拉你。近期还是会掉血，无魂傀儡，小死亡挂中，又没中，哇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今天这个小死亡，啊，日光华没摸出来，法莲舒服，啊，也是没有爆上，啊，最低伤害，操！
还行吧，民众想死亡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只是送了一把愤怒而已，送了把愤怒而已，我们有一速无所谓，啊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顶小四海，八层建议。死了不更好吗？对不对？操什么？你说了死了不好吗？对不对？啊，精武天神也是群雄的总决赛啊，群雄的总决赛有点像那个五十男明星赛的样子啊，跟他差不多。七宝玲珑灯，还有一个啊，三个七宝解掉，舒服。哎，直接控特技，没有愤怒去效力啊！啊，封印他的特技，可以。小嫂再挂，终于做了。效力藏刀，下把金七，定沧海，摸到了吧？应该还没摸到，猜一下，没有法连。这元帅撬一个，那他拿什么打？有贴无所谓，你宝宝全贴都行，他反正死了。连破，这干什么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！这不是明明啊，没改名字而已，没改名字而已啊。王小贱，王小贱，王子。兽性大发，你知道吧？哦，你们知道，看我的状，你们可能听我的声音会比较别扭，听我的声音会比较别扭，但是我真的，我是那个鼻子不通气，然后呢，再加上嘴巴在说话，你啊，金七再给，这太舒服了吧？王小贱之前在抢的钱大江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原来千哥加上蛋总，再加上是吧？那个给力啊、哦，这些老板都是钱大江的。哎，很多人都说我跟吴磊很像，为什么？怎么点死的？我刚才在做茶，就这么点死了呀，法莲。王子不行，王子废物，我啊无所谓，无所谓，谁谁还是可以，对吧？咱们不能一直就自己，不能，咱们不能自己就这么是吧？运气这么好，咱们对面也得给点运气。钱大江被他喝光了啊！昨天蛋老师也说了同样的话，蛋老师昨天说，为什么钱大江解散了？因为水被小王喝干了，啊，钱大江的江水没了。大老师不是姑苏那个吗？他最早在钱大江啊，后来他就姑苏。十层建议，和尚太牛逼了，真的。法玉心态 ，show time。我操，防御五千，这怎么顶得住啊？死了啊！差一下，哦，宝宝吃了个蓝，就差一下。有高速可以卡血啊，这个，这高速得飞。怎么说？把孩子干掉，或者说再直接点的话，那大唐应该会直接喂五龙的那个孩子。对，雨花台。啊，奇遇楼打的是什么区？也不是什么强区，然后钓鱼岛也没什么强区打，啊，没有强区对刷，刚看了一下，雨花台也还行吧，也还行，不算老地啊。我真的点了，就摄魂点，反正就不让你，哎，我全贴，哇，够狠，
是吧？贴还是挺专业的，没关系，咱们就叠战役，是不是？十一层建议啊，十一层战建议直接叠满。下回合开始了，这才22回合，22回合十一层，怎么说，兄弟？你才几层？你才七层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 C 卷走来了。不对不对，他带着很少走来了。C 卷，白总加盟紫禁城吧，飞哥。是的，驱散，我不是吴磊，怎么这么多人说我像吴磊啊？我操，前以前也有人说过，我直接死。带着建设走来了，大主加我了呀，大主早就进来了，大主早就来紫禁城了，啊，只是一直没有上场，因为他是个武装怪。那这次服战的话，鲍比会带他。白总买的什么号？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啊，到时候再说吧，是吧？等到时候等，打完服战再说。打服战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了。乐哥也没有说全部清，他没有说全部卖啊，他只是说一部分。因为他还是要留点念想的，就是自己也爱玩了。基本上是没了，基本上这场很快。笑里藏刀。对不对？刚刚之前也有笑过一把，他笑的时候当时是有塔的，啊，开毒，这拉起来怎么了？拉起来无所谓啊，巨炮炎给你守住啊，就是这么自信啊，就这么自信啊，手里也知道你不拉大塔，来3100套啊。再来3100套啊，套你呀套啊，3800，我宝宝差点弹飞。嘚儿，嘚儿，嘚儿嘚儿，结束了，刷铃铛了。是的，你们刷铃铛去吧，兄弟们啊，不要。不要这啦啦啦，真的没有意思，是吧？咱们看 PK 就看 PK， 刷铃铛就刷铃铛啊！我的鼻子要爆了，我操！我感觉我要爆炸了，我操！啊啊，舒服舒服舒服，哇！感冒了，感冒了。你怀疑我在开车？哎，孩子还跑了，是自己跑了吧？手动吧？我说我就献祭了20的，我能活120，是不是？我本来能活120，我献祭20，能活100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没有问题。98C 在哪能看比赛？你可别闹了，兄弟，你搞什么？98C 都来了，我操！不需要野兽，需要野兽吗？就算没有加过也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啊，不需要了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可以透露一下吧？透露个屁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加过了也行，是不是？啊，有兄弟指导啊，加过了，对吧？啊，行。哦，我这几天可能状态都不太好，不是，就是人在生病期间就
注意力没有那么专注，很多时候得在乎自己的，就是在自己的身体上。哎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判处小死亡，职业人给，无所谓，不要小死亡了，无间啊，无间，直接换虚名。哇，小死亡挂上，这挂个屁呀、啊！挂个胶哎，3500，3700，宝宝飞挂啊，飞了一只，再来又飞雨花台，抱歉。抱歉，没有了啊！这双女儿坚持不了太久，坚持的久的话，我有点难受的。他关键没有坚持住啊！我们这边说实话有风头啊，这场有风头。欢迎蹦跶666结束了。